观众席地而坐，仔细聆听内湖防宣中队成员卖力宣导防灾助警器的重要性。而当音乐一下，五岁小弟打着比他个头还高的爵士鼓，现场气氛来到最高点。内湖区公所在大湖公园举办园游会，邀集辖内民政、社政、卫政、劳政、教育、警政及消防其他单位到场设摊。民众只要闯过每个关卡，搜集印章，不但能了解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性，还能参加抽奖。我们社会安全网有七道网络，我们今天结合在一起，包括警政、消防、民政、社政、卫政，我们一起来为大家的公共安全，大家尽一份力。随着科技进步与生活形态改变，如何健康纾压也更形重要。内湖区公所希望借由闯关活动与社会安全网结合在一起，让社区横向联系更为绵密，解决民众日常生活所遇到的问题。记者尤祥婷采访报道。